一个晚上而已，丢上网络之后，一个晚上忽然，砰！公司就说你看一下手机嘛，啊，对，老婆也突然看手机，我也，但就给我看，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？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？就爆了，我也不晓得怎么办。真的一下爆红，两三天就百万点阅，那我也不敢。